天黑吼啊啊来遮呢吼，含咱呢哦做一个电黑啦吼。如果啊在迄个电黑的过程当中有所不足，就是麻烦您这边来给咱打电话做一个临时的临时说法呢，啊，给咱打电话上来，这是我最大的安排。咱是有苦，还是讲咱是用迄个一般的迄个电脑来对吼，咱拢会当去救哦，这個。表演可以一天啊，这个是咱老师哦，给迄个话术啊，啊，只要咱啊，一点啊，一点点的配合啊，啊，咱就吼，迄个，安尼来，迄个用着足轻松的心情哦，啊，来听咱老师哦，啊，这个吼，伊话术内底吼，是对咱师徒之间哦的一种交流就对了吼，啊，咱吼。先来个听一下，我不会多的，我这里我多。阿姨，出来外口了，看嘛，出来外口点灯啊！在外口点灯啊！咁咪用别个播放程序哦。
光线照亮世界，耀眼我的里面。其实这条歌就是咱基本老百姓哦，会准备来跟咱伊就是咧开新年班的时阵伊来听啊，做甲咱去开始啊。朋友不可再见，不舍在心间，祝你一切快乐无愁颜。太阳好比一起山间，我可再不眠。此心光线照亮再次播放，把那个播放的按再次播放。嗯，那 PPT 呀、啊、，PPT 呀、啊。我觉得啊。哎呀哎呀。哦，咱老师诶，师尊老板的诶，准备啦哦，诶，等咱哦咧开学五班的时阵。哦，老师呢来点盘，啊来给咱开始哦。为礼天哦，啊到祭天，到上天哦，为欢天，含咱的师徒之间哦，啊来相见面。那么而且呢，咱师尊老大人伊给咱开始，给咱指导哦，给咱助问。讲了无几句话呢，会使讲啊，人讲时光匆匆啊。就要说再见哦，会使讲时间过得足紧，想袂到讲咱师徒哦之间就要来离开啊，就要来离别，所以伫这个心中呢，会使讲是依依不舍啊吼，所以讲不舍在心田啊吼，所以这个咱师徒的这个情感的这存在，所以家老师呢啊，伊要来离开的进程啊，伊嘛甲咱祝福咱呢哦。多利亚哦，也使讲是身体健康啦哦，啊身心如意啦。咱即阵啊，就是呢在家修啦，在家修得不了呢，哦，咱有家庭，啊有事业，甚至讲呢，咱有道中咧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一切哦，希望讲咱拢会当呢顺利哦，啊是哦，伫即个呢哦，咱心中呢拢会当呢达到。快乐啊，无忧愁，所以呢，哦，快乐无迄落无愁也就对啦。你的面上呢，哦，大家拢安非常的快乐，哦，身心都很如意啊。哦，所以讲这就是咱老师的期望寄望。那么呢，第二段呢，就是讲要改掉毛病，脾气三结，不可再敷衍，自信光鲜，照亮世界。表电哦，回礼天。当然，这个是讲咱孙子老爸也希望讲哦，教育讲咱哦，会当呢哦，在修行当中当中啊，来改掉咱的这个毛病啊，甲脾气哦，会使
再讲是咱来三前，哦，所以讲呢，而且讲咩三点，哦，哦，这就是咱老师对咱的注意啊，哦，伊予咱的空间甲时间啦，哦，因为即阵呢，咱拢已经是八点年啦，哦，八点年的时阵，哦，咱爱赶紧，哦，爱呢，哦，加紧脚步。赶紧努力来真正来修改哦，咱的这个毛病，咱的这个毛病呢，哦，是在历年以来呢，咱的习性、咱的惯性，哦，咱的自六万多年来，哦，有这个环境现象，哦，有因果业力，所以呢，哦，咱拢以这个外口呢，以这个攀缘。即酒色财气，哦，嫖赌瘾即物件，哦，产生了咱内在的即贪嗔痴啊，酒色财气，哦，即就是咱的哦业劫以来的习惯性，哦，即就是咱的帮忙啦，哦，所以讲咱来帮忙人生啊，咱一定呢，哦，爱来三节，哦，如果呢，咱啊脾气唔对。哦，代志来的时阵，若要下着我的，哦，无有我的能力的，哦，无有我的存在的，哦，对不起我，达到不注意的，那么呢，咱拢会发脾气。哦，所以讲，迄个真个者呢，哦，伊嘛拢甲咱，甲咱，哦，伊有经验，所以真个者拢会甲咱讲，哦，如果伊若要发脾气的时阵，你就赶紧的，会当离开这个现场哦。那么心呢，把心静下来，啊呢，会当冷静，啊来面对呢，哦，一切哦，会当呢，予咱呢，一心下去哦，来着功夫啦，忙着在发怒了，所以说不要再毛，忙着在呢，不要再哦敷衍了事了。哦，老师都敷衍了事了，不要再马虎了，不要再随随便便了，哦，应付了事了。所以说，咱爱呢，哦，严肃的去看待，哦哦，忙个在，哦，忙个在呢，哦，马虎，哦，阿个在呢，哦，敷衍了事，哦。如果咱来干呢，哦，慢慢来升级，慢慢来改进呢，那安尼呢，咱会当发心了愿。真心的修持啊，哦，对外哦，咱呢啊，行功了愿哦，咱拢啊哦，行功了愿，所以哦，咱拢度人救人心转人哦，这就是咱的本愿啦哦，咱拢会含咱的点燃师啊，咱的哦领袖啊，咱的全贤大德哦，那么去奉亲啊去办的哦，这就是呢行外功啊。那么行外功的同时，咱一定呢爱培内德。所谓培内德呢，咱讲要度外口的众生，哦，同样重要，咱嘛爱度咱自己的众生啊，哦，所以最多咱就爱呢，哦，度咱自己，哦，所以讲咱自己有啥物毛病，拄只咱啊，咱的老师。咱的师尊呢，哦，伊就甲咱教解，哦，咱呢有这个帮魔人心啦，哦，帮魔人心，哦，那么贪嗔痴啊，酒色财气，这物件，这就是咱帮魔人心，哦，咱有这个攀缘，希望讲啊，哦，咱呢，哦，就成了这个因果业力，所以咱呢，哦，爱弃除这物件，哦，哦，这叫做呢行外功啊，培内。所以呢，内外爱夹攻哦，爱呢无畏双修哦，使咱的自信带咱光明，照亮呢世界哦，咱带咱回天啦哦，这就是咱师尊老大人哦，那么咱师尊师庙老大人教我们这个戒望，咱起始啦哦，就是会当呢啊，安尼带咱哦，这个回离天哦。那么我们要回哪个里天呢、啊？哦，哦，我们要回哪个里天呢、啊？哦，当然，
经是佛点名的，所以呢，啊，咱菩萨两个字，咱的这个哦，佛菩萨哦，非常的慈悲哦，伊来呢哦，分忧哦，老母娘哦，降德哦，在人间，所以呢，多带咱的一家呢哦，多感悲体啊，殊名彼得哦，所以呢，多感悲体就是咱一般百姓哦。那么呢，哦，可以修道，在家可以修道，啊，可以修道。咱厝内底有善福的，亲像咱啊，这个爱上佛堂，哦，这就是呢，咱先天老母，哦，的这个哦，先天佛堂内底咱，哦，咱二三楼呢，咱所供奉的啊，就是呢，咱的弥勒祖师，啊，咱的师尊师母，哦。这就是咱培养伊个三性佛，哦，三性佛。所以讲啊，啊，这个哦，咱师尊师庙哦，希望讲咱会当回天，要回得个一天，就是呢，常常班老师所讲个讲，咱爱回哦，天佛变，天佛伊个弥勒净土个内容，哦，天佛变，哦，弥勒净土的内现。所以讲啊，啊，这个哦，所以讲啊，以这个弥勒上心经啊，哦，哦，咱讲弥勒菩萨上心经，哦，弥勒上心经就是咱一贯的弟子修持弥勒法门，哦，弥勒法门，哦，那么以这部经呢，哦，就是予咱一般去认知，哦，咱要如何？啊，来上修弥勒净土的殊胜，所以讲讲到这，自古以来都有弥勒三经啊，哦，那么第一就是呢，佛说观弥勒菩萨上修道是遍经，那么这部经啊，就是呢，简称为哦弥勒上生经。第二部经就是佛说哦。这个弥勒下生经，第三部经就是呢弥勒大乘佛经。哦，如果咱这三部经咱来当呢，哦，去底呢去解看，去解了解，就会当呢进一步了解咱弥勒净土甲弥勒祖师的一大事因缘。哦，会当呢更加哦深入的这个了解。咱即摆再落来呢，哦，咱就来讲啊，这个弥勒上心经啊，这就是呢佛经的记载，哦，伊讲呢，哦，弥勒菩萨现在住在刀锋天的内院，是一生五住菩萨，当在金刚紧后完成的时候，大法师金刚以中华。取他视线成佛，继续哦，释迦牟尼佛之后为贤者的第五尊哦，这个贤者的第五尊啊，这个是哦，这个是哦，大娘哦，咱也这就该说了哈。那么呢，哦，跟着来。五住菩萨，哦，那么这阿弥呢，哦，这个，哦，弥勒上心经内底呢，佛经伊所呢，甲咱讲讲呢，一生五住菩萨，哦，仅处于，哦，一生就是五道佛位的意思了，哦，的清楚，不记载。弥勒天，哦，弥勒天的弥勒菩萨，就是一生补助菩萨。那么，这个一生补助菩萨，就是内院，哦，内院。以这个佛法来底呢，哦，伊所讲的，就是呢，菩萨的最后身啊。那么，菩萨最后身，就是一生补助菩萨，哦，叫做等觉菩萨。那叫做呢，金刚菩萨就对了，哦，所以呢，
咱讲菩萨的最高阶，哦，菩萨的最高阶就是一生不住菩萨啦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哦，这个教主啊，那么菩萨，哦，有分这五十二个位阶啊。那么五十二个位阶，位体呢？咱的护阶比，哦，还是讲咱的点门师，那么伊拢有甲咱哦解说，哦，伊讲呢，哦，咱今日修得会当进入了呢，哦，菩萨道，就爱修六道万年法，哦，来行菩萨道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呢心性的法门。这个心性的法门，就是咱一致见性、见性成佛，这个心性的法门。咱今日修到哦，一致见性，会当呢哦，看到咱的本性、咱的本心哦。那么呢，天道咱的哦，量力、量力、量力哦，咱的哦。这个心情的法门，啊，就是呢，叫咱来自觉觉他，会当觉行圆满。所以讲，要达到觉行圆满呢，哦，这是一个前位。所谓前位，哦，啊，佫无到达到呢，菩慧就对啦，不能见解。哦，所以讲啊，这个菩萨的前位要达到这个十位。哦，这个佛的这个位置，哦，达到十位，就是呢，达到佛的境界呢，哦，爱经过五十二个阶梯啦，哦，这个五十二个阶梯，当然就是讲哦，哦，来讲十善、十诸、十行、十慧哦，这叫做四十个阶梯啦。咱今日修行到，如果咱若无信心，哦，那么。咱讲的吼，迄个修得困难。那么这個信心就是讲，哦，修得的过程，你敢有哦相信因果？你敢有相信咱人有分？甚至讲，哦，有真多的交感于咱这个肉体，哦，你敢知影讲哦，迄个有一个先天的老母，赋予咱一点的灵性，一点的本性，哦。如果咱今日那会当呢，哦，诚信哦，有诚信，伫咱哦心中内底呢，哦，有住啊，就是呢，有住就是讲心中内底存有这个道的理念，道的力量哦。所以讲有道的力量哦，你心中有道的力量，你呾行会出，你呾行会出来，你呾。行得也，哦，走得出来，行得也，哦，会当行出来，哦，那么所做的一切功德，怎样回向？哦，十方佛菩萨，哦，怎样回向呢？哦，十方这个梵天界主，哦，所以讲啊，啊，咱常常讲啊，讲呢，得为哦，得完功德宝。供养一切诸善根呐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因此啊，吼，咱而且呢，咱在咱了解讲，十善十善，吼，迄个十善，吼，啊，十诸十行十慧用，但进入了呢，迄个十地，就是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吼、哦，开始呢来修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哦，修持六道万年法，哦，一直到了呢，哦，由清净地，哦，达到呢，哦，上定，由上定达到地位圆满的这个，哦，这个实地，然后呢，到进入了呢第五十一位啊，哦，这叫做等觉菩萨，哦，等觉菩萨的意思就是讲达到呢，哦，拢是平等，正定正觉，哦。达到平等心，哦，心会使讲呢，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的心，迄、那个觉性，哦，但是呢，境界呢，迄、那个但是
大菩萨，迄个当时呢，哦，摩诃萨，迄个叫做性慧啦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这叫做一生普树菩萨，哦，请助一心代代，哦，普到佛位啊，哦，普到佛位为止。所以讲第五十二位呢，就是呢达到妙觉，哦，妙觉位就对了，妙觉位。对第五十一位到第五十二位，哦，这呢，哦，对顶甲位要达到呢，哦，妙甲位啊，哦，这就是讲，啊，佫有一点点啊无明，故那么呢，哦，除去了这个无明，哦，到很多人达到呢，无归，哦，自觉甲他觉性圆满，哦，觉的圆满，哦，到达到，哦，这个。佛的这个慈悲啊，所以呢，哦，咱大家拢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啊，哦，拢还是呢达到终极站。所以讲，咱的终极站是啥？哦，就是呢，哦，咱未来咱要达到的，哦，弥勒净土的内殿，哦，这就是咱的终极站。哦，因为呢，咱拢还未呢达到佛的境界，哦，就是呢爱修菩萨的，哦，慢慢的。哦，因叫弥勒祖师，哦，阿咧，甲咱咧开导，甲咱开示，咱才会当，哦，啊，成就这个佛道啦，哦。那么咧，我阿咧，啊，接落来咧，就是，哦，我来讲教啦，哦，起码我阿咧。讲就是讲足长的时间就对了，所以遮吼，伫这个佛经内底吼，伊的翻译叫做呢讲破啦，哦，伊这个翻译叫做分别时节，哦，这个时节的节吼，我不能定义吼，哦，这意思呢，叫做衔接啊，哦，衔接，是叫什么？上下桌，上下脚，上下脚衔接，衔接，上下脚衔接了，佛度众生行世界，要点提出来，要提出来，爱提出来，你看一片爱提出来。提出来，提出来，他们是左上角。这地方哪个？ESC 左上角，左上角 ESC 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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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日月简号就是修的，这样就是简号。就这个啊。日月就修的，修。好啊，那。修的啊，你点点影片档。不是啊。不是啊。你要找啥？对啊。你要找图片啊。PNG 是图片呢。图片点点右键呢，后面小画家也点右键看后面，啊，无太唔出来，你什么软体啦唔出来，啊慢了吼，哎，
你无做一个连接，伊袂出来啦。你无经过一个做连接的动作，伊袂出来。好呀，我懂。你不会入境啊？因为你离从那台电脑做的入境，跟这台别人电脑的入境无同款啊。有。你做连接拢是跟你的电脑有关系。啊、所以这样可以出来桌面点点的头。哼哼，萝卜同款的款。哎呀，萝卜同款的。哦，好、哦，这个资料。有个人主笔啦，伊讲哦，你若每
到一个道场上课，上一堂课可以消200小节啦。所以你也看咱道中哦，那个哦，新源山哦，新义第二道场哦，你也看，咱敢是有心灵班，啊有助善班，啊个咧有在职班，啊个有精装班，哦，所以去咧各一个实习班，啊咱讲五班，哦，啊一班拢是一单嘛吼。一单的期限嘛，敢是？哦，所以讲啊，啊，读完一班就等于240，你240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若五单，哦，你读了的时阵哦，就是呢，用多1000字。所以，如果你若道场啦吼，读了五年，就等于收1000字啦。哦，这个是哦，咱。郑成功大仙哦，伊甲咱助笔，甲咱开始啊。所以讲啊，哦，伊讲啊，讲迄落佛教修行者呢，哦，嘛有小者，啊嘛有中者，啊嘛有大者。哦，那么我念身为济公老师的徒弟，哦，那安尼唔知影人哦，遮尔啊荣幸，有遮尔啊感恩哦。所以讲哦。咱也知影讲哦，这个一本万利哦，啊，咱一口就栽下去了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咱今日哦来入门听道理，第一，咱呢哦会当呢受功夫食；第二，咱会当成功地位哦。刷来时呢，咱也迄落从开班到中昼的时阵哦，咱巴肚枵。哦，大家都有咱准备中餐，予咱享用。哦，会使讲哦，坐下去哦，咱坐伫医疗院听课哦，听一波哦，咱个会当消业障。所以讲哦，伫道中哦有道理，坐下去呢哦，佮有料理，会使讲是哦，会使讲是真享受的对啦哦，享受幸福的一切。哦，所以讲哦。啊，咱就感觉讲哦，足庆幸哦，咱会当呢，哦，而且，哦，啊来，那么呢，咱去倒转来看讲哦，啥物叫做成住外通啊？吼，叫成住外通。
哦，毁坏了呢，哦，啊，达到黄河去就对了哦，得进去了是怎么修掉？所以呢，咱在讲成住外空这四个重点内底呢，唯一的就是哦，人可以安住的叫做住点。啊，这个住点呢，哦，你过去的住点呢，哦，叫做庄严者，哦，所以讲。贵爷主家呢，叫做庄严者。哦，家哦，有一个叫做庄严者的，这个是咱贵爷这个主家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现在叫做贤者。哦，今天叫做贤者。哦，今天叫做贤者。啊，未来呢？未来搁有一个叫做新秀者，哦，新秀者，哦，因此呢，哦，咱就知影讲，贤者同款，有哪是爱经过二十个修验，哦，而这二十个修验呢，伊有呢，哦，一千尊佛来降生，哦，来普度众生。这叫做贤者，啊，叫做善者，哦，表示讲，哦，贤人很多啦，哦，啊，善人呢很多啦。你家看，咱呢，伊这个道场，哦，嘛，哦，有来借条啦，吼，贤人来的时阵，伊拢称呼咱贤士啦，贤士嘛，哦，大家啦，啊，中贤德啦，表示讲贤人对咱的启示就对啦，吼。所以说咱在这个贤者的时段里面，哦，这个贤者有一千分，哦，要来降生。那么呢，咱这尊讲弥勒祖师，哦，伊是第几尊？咱敢知？我听过。咱知影讲啊，释迦牟尼佛，哦，伊就是哦，第二尊佛了，对吧？啊，第二尊佛。帮助众生修复的是对的，哦，就是
咱的弥勒佛嘛，所以印度啊，弥勒佛就是贤者的第五尊呐、啊，哦，第五尊呐、啊，哦，所以咱一贯都咧拜弥勒佛为祖师，哦，有伊的因缘，就是照顾了弥勒佛的初心意愿，哦，上心弥勒净土，哦，等待有一天。哦，人间净土完成的时阵，咱也随着弥勒来呢，哦，下业得，哦，搁再随着弥勒祖师下修人间净土，哦，咱再等呢，见着弥勒祖师，哦，听着祖师开示妙法，哦，当下会当人生建树，建树成佛，回到无极彼天，这就是咱一贯地主的这个。那么各位啊，我看呢，投影片放映，一旦是投影片放映放映。对啊，你怎看？啊无呢？啊无。啊无哦。那一旦是投影片放映呢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在？哦，那是投影片放映。投影片。啊，无来个迄个粗体字啊，那个粗体，粗体字啊，字爱粗体啊，迄时候以为看。啊，今嘛去看那个投影片投放映。粗体字啊，粗。粗的一直 A 哈，一直 A 都大字 A 一粗。哦，迄个爱晒啦 ，B 爱晒，啊 B 啊粗粗字啊。
56亿7000岁啊！哦，伊这个时阵啊，哦，啊，弥勒佛伊当在莲花菩提树下，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了佛道。哦，所以呢，哦，当然，这就是讲啊，迄个安尼看啊，讲我以又一生啊，哦，安尼。如火碎，哦，这啊、哦，如火碎百岁啊，寿百岁啊，这就是讲释迦牟尼佛所处的人间的伊的岁数，甲呢住处，就是讲迄个人的这个位置，哦，就是讲伊伊，算讲。伊伊个人间内底吼，伊是百岁啦，所以咱即阵吼，拢是咧讲百岁年后，咱百岁年老，百岁年老吼，个情形是安怎？所以呢，弥勒佛就是因为伊个伊个时代因缘吼，啊个，所以讲伊个人岁吼，伊个人岁是84000岁，哦，咱现在呢，哦，处在即个岁吼，即个岁命啊。依照佛理来讲嘛吼，平均吼差不多74.52岁，所以吼伊三婆世界吼，你来用咱手机内底吼，你来来看吼，咱世界平均的寿命吼是72岁，哦，天道哦69.8。啊，昆德是74.2啦，迄是全世界啦吼，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是72个啦。哦，咱那谷歌，咱有当谷歌会对啦吼。啊，你台湾呢，我甲看吼，平均的寿命是80.2岁。哦，啊，昆德吼是77岁，啊，昆德是84个，所以昆德吼会当吼食较长命寿啦。哦，亲像我已经吼。差不多要70岁啦吼，我看我存无几担啊。啊，今天安尼讲，台湾咧钓安尼唔多，哦。学到好难看嘞，学到会增加。所以讲吼，迄、那个台湾平均岁数哦，还是有达到80.2啦，80.2岁啦。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含讲啊，这个医疗甲生活品质哦，拢有关系啦。所以以佛陀的时代。就是哦，100岁，现在呢，就是讲，伊是减税的时代，即卖就是减税的时代，所以经过100年减税，减到呢，哦，减到10岁，哦，再这个往上升，哦，哦，100年加一岁，一直加到呢84000岁，哦，所以哦，所以呢，哦，弥勒的人寿就是84000岁。所以人家讲哦，伊讲我佛如土啦，阿弥陀如金啦，哦，就是讲释迦牟尼佛伊咧出世在五浊恶世下咧，哦，啊下生人间，哦，来救迄个佛陀众生。所以五浊恶世，哦，就是讲迄、那个土是哦，都无清气啦，哦，环境作歹。哦，一些所在啊，哦，这叫做五浊恶世啊。哦，那么弥勒佛来到人间呢，伊是莲花世界，所以呢，哦，五浊土金呐、啊，哦，金嘛、啊，哦，金就是哦，莲花的世界。所以五浊土土，啊，五浊土乐，哦，对，释迦牟尼佛，哦，伊这个人间的众生啊，伊住在苦海当中啊。确实真正苦，大家呢拢讲呢，哦，三界哦，如火体啊，哦，人生哦是一个苦海，因此哦，咱迄个释迦牟尼佛哦，伊做王子的时阵哦，啊呢，伊来求四圣门啊，哦，伊当然体会了人生的哦生老病死的苦，所以人生真正苦啊。那么弥勒佛呢？是哦，伊来出世的时阵哦，哦，伊的岁数就是84000岁，
那么一出戏在金家的情况，哦，这、那个情况呢，也是讲大家相安，哦，安乐无比的哈，哦，咱会当呢，对这个哦，弥勒大心经甲弥勒大心经，哦，这内面的世界呢，哦，去来了解，哦，去来向往，哦，一个是苦，啊，一个是真啊，哦，一个是动啊，所以呢，哦，跟着来呢。我啊，特别哦，啊，接落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因他一点，所以我就不要这样子无讲嘛吼。啊，因为我啊，在做阿姐，对个这个演员啊，是唱歌，除了我们家当了预算不足之情况，啊，咱啊，咱两边嘛吼，咱啊，咱个主演嘛。帮助一点点的，当然台湾的各种学习啊，啊，苏华我们也当然说进步啊，啊，台湾的帮助大家，对来说起个比较积极。是是是。